Hello， 大家好。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狮子座的各血型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地方。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A 型血的狮子座，含蓄高雅的狮子座。A 型血的狮子座人呢，往往带有一种高雅的贵族的气质，仪态呢出众，内心有着强烈的自尊跟骄傲，不容他人随意的侵犯。因为 A 型血带有内敛的特点，一定程度上也收敛了 A 型血的狮子座人的外放的能量。有时他们喜欢保持一定的神秘感，举止矜持，甚至会显得有点严肃，以得到他人的尊敬。谨慎、多虑、含蓄的 A 型血特质和奔放热情的狮子座个性是有点冲突的。他们也常常会在自信和不自信间矛盾的徘徊，但 A 型血的沉稳使他们避免了狮子座人易犯的浮夸跟虚荣。相比其他血型的狮子座人，更善于在逆境中隐忍。一旦明确了目标的 A 型狮子座人是有主见和坚定的，行事利落干脆，他们也很正直，注重承诺，爱惜名誉，具有强烈的人格的魅力。条件允许的话，同其他狮子座一样， A 型的狮子座人们还是很乐意走走奢华路线，讲讲生活的品质，穿最好的，吃最好的，只是相对较为低调。他们买个什么东西会追求独特的品味，最好要有历史有文化内涵的在里面的，并不喜欢太流行和大众化的东西。别人看得懂的或看不懂的，对他们来说倒是无所谓的。 A 型血的狮子座人对待爱情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不喜欢轻浮的表达感情，面对喜欢的人会显得有点严肃。 A 型血的狮子座男在遇到心仪的女性的时候，会一反平日里的内向，大方直接地表达自己的爱意，而 A 型血的狮子座女面对了他人的追求，则会有一个较长时的矜持表现期，以了解和考验对方。无论是 A 型的狮子座男还是 A 型的狮子座女，一旦确立了恋爱关系，都会是忠诚和负责任的伴侣。最佳的好友，狮子座的 AB 跟 O 型血，还有射手座，还有白羊座、双子座跟天秤座。最容易一见钟情的人就是水瓶座的 O 型、B 型跟 AB 型血。女生适合的爱人是 O 型、AB 型跟 B 型的狮子座、射手座、白羊座、双子座还有天秤座。男生适合的爱人呢是 A 型、AB 型、B 型的狮子座、射手座、白羊座跟双子座还有天秤座。最不和谐的爱人， A 型的天蝎跟 A 型的金牛。那 B 型血的狮子座，豪爽义气的狮子座。 B 型血的狮子座的人呢，生活呢生性是活泼的，爱好交际，也因为其性格的豪爽热情，不喜欢与人计较，往往朋友是遍天下，很受欢迎。 B 型血充分地发挥了狮子座人的发散性的特质，不善掩饰自己，总是袒露一个最真实的自己在他人面前。他们也是善良跟讲义气的，人情味非常重，对弱者有着恻忍之心，会尽力来帮助对方。他们的纯真跟慷慨总是如阳光般温暖着周围的人，但在 B 型狮子座人粗犷的外表之下，也有着敏感较弱的一面。他们其实十分在意他人的看法，希望时常得到他人的肯定跟赞美，并不像其他狮子座那么有主见，对人对事的态度也往往不甚坚定，时常动摇，也因为容易听信了讳言而受人摆布。因此对于 B 型的狮子座人来说，人生的一大课题便是如何摆脱这种人云亦云的个性，做回真正的自己，并学会戴眼识人，以便生命真正主宰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他人可以点拨的即兴表演。
B 型血的狮子座呢，对于金钱的概念并不是很强，容易受情绪或他人的影响而乱花钱。随性的他们也很少去考虑什么品味啊或者价值之类的问题。对 B 型的狮子座人来说呢，只要购买的过程高兴就可以了，购买的结果好坏并不重要。B 型血的狮子座人呢是比较容易动情的，他们在爱情中致命伤是遇到擅长甜言蜜语的异性，令他们感觉自己终于被关注被欣赏。 B 型血的狮子座男呢有点小花心，期望能拥有丰富多彩的恋爱经历以证明自己的魅力。 B 型血的狮子座女则需要被浓烈的如胶似漆的爱所包围，只有这样的爱情才能令她感到满足并充满了自信，容光焕发。最佳好友呢，就是 A 型、AB 型跟 O 型血的狮子座、射手座、白羊座、双子座跟天秤座。最容易一见钟情的人就是 O 型、A 型跟 AB 型的水瓶座。女生适合的爱人是 AB 型跟 O 型的狮子座、射手座、白羊座、双子座、天秤座。男生适合的爱人呢，就是 O 型、A 型、AB 型的狮子座、射手座、白羊座、双子座跟天秤座。最不和谐的爱人 B 型的天蝎跟 B 型的金牛。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AB 型血的狮子座，浪漫温柔的狮子座。 AB 型血的狮子座人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令人舒服的笑容，他们富于同情心，感觉细密敏锐，就像清晨初升起的太阳，有着明亮却不刺眼的光芒。虽然个性敏感，但他们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绝少和别人会正面的冲突。在他们眼里，发怒是不体面和没有教养的，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同样的 AB 型血的狮子座对人呢，举止是粗鲁没有礼貌的人也会敬而远之的，他们始终追求的是合理跟优雅的生活。不过呢， AB 型血狮子座人的内心其实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么冷静，他们同样的有着狮子座人的澎湃的热情，只是 AB 型血的特质让他们羞于将自己的热情表现出来。 AB 型的犹豫摇摆怀疑性与狮子座的明朗干脆是有点矛盾的，于是充分体现了 AB 型血人的两面性。他们害怕在人群中表现突兀，却又很希望得到大家的喜欢跟关注，所以很多 AB 型血的狮子座的人在感觉放松的时候，比如在家里，可以完全地表现出那个幽默逗趣活泼健谈的自己，但一旦到了陌生一点的环境就会表现得比较拘谨，喜欢察言观色，说话也变得拙字拙句。 AB 型血的狮子座人是狮子座中比较节约的一类人，当然作为狮子座的一员，他们也喜欢高级品，很有品味和鉴赏力，但因为总有着强烈的忧患的意识，作风保守的他们不会纵容自己养成奢侈的消费习惯。对于美好却昂贵的物品，他们更多的是欣赏而不是占有。不过在省自己的同时，对于他人 AB 型血狮子座人还是很大方的，表现出了狮子座人的一种慷慨的一面。 AB 型血的狮子座人在爱情中是羞涩的浪漫派人物，王子或者乞丐都有可能去爱，他们容易因为外表的吸引而发生一见钟情的事情。 AB 型的狮子座男一旦陷入爱河，会表现得有点戏剧化，能想出许多浪漫的招数来逗女孩子开心。AB 型血的狮子座女遇到喜欢的人来追求，只会表现得羞涩被动不置可否，但心中也许已幻想无数遍各种未来可能的情节。 AB 型血狮子座的人是具有包容力的伴侣，并渴望着他们的爱中付出的热情可以得到同样的回报。最佳好友 A 型、 AB 型、 B 型的狮子座、射手座、白羊座、双子座跟天秤座。最容易一见钟情的人就是 O 型血的、 A 型血的跟 B 型血的水瓶座。女生适合的爱人是 AB 跟 B 型血的狮子座、射手座、
白羊座、双子座跟天秤座。男生适合的爱人是 AB 跟 A 型的狮子、射手、白羊、双子、天秤。最不和谐的爱人就是 O 型血的天蝎跟 O 型血的金牛。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O 型血的狮子座，自信明朗的狮子座。 O 型血的狮子座人呢是积极自信的，他们很有主见，遇到问题从不退缩，充分发挥出了狮子座阳光和勇气的一面。 O 型血的直率明朗的特质正好是和狮子座非常吻合的，因此 O 型血狮子座的人的个性十分坦诚磊落，喜欢直话直说，行事果断干脆。O 型血的狮子座人身上是充满了正面能量的，善于创新，敢于突破，也以他们的行动给着身边的人以信心跟勇气。 O 型血的现实型将狮子座人强烈能量转移到了对事业或者财富的专注追求上，在这些方面 O 型狮子座人是争强好胜的，他们非常渴望成功的感觉，希望可以成为大人物，也因此充满了竞争性和表现欲。以 O 型的狮子座人的本质而言，并不会自私，也绝无斤斤计较的阴暗心理，但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较为主观，容易在无意间忽略他人的感受而引起不满，有时也会表现得易怒和好斗，故应多学习站在他人的立场换位思考。O 型血的狮子座人是慷慨大方的，爱讲气派跟排场，他们喜欢华丽高贵的感觉，虽然他人的注目与喝彩，也不惜为此花费大量的金钱。对他们来说，人生信条就是能赚会花，像守财奴般的过日子是不能忍受的。O 型血狮子座的人对待爱情跟婚姻是比较实际跟谨慎的，也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标准。O 型血狮子座的男性呢，喜欢小鸟依人型的对象，是会崇拜他们并需要他们保护的温柔的女性。有了爱情之后，他们会为心爱的人生活更好而努力在事业上拼搏。O 型血狮子座的女性则喜欢体面、条件出众的对象，他们常常明白良好的客观物质环境才会是培养浪漫爱情的温床。最佳好友是 A 型、O 型、B 型血的狮子座和射手座、白羊座、双子座跟天秤座。最容易一见钟情的是 A 型或者是 AB 型的水瓶座。女生适合的爱人是 B 型狮子座、O 型跟 B 型的射手、白羊、双子、天秤。男生适合的爱人是 B 型的狮子座、A 型跟 B 型的射手、白羊、双子、天秤。最不和谐的爱人就是 AB 型的天秤跟白羊。好了，今天是分享的狮子座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下次再见。